iPad 在 4.2.1 有个地方非常不合乎人性，因为呢，大家都会觉得啊，锁定键啊就是锁定啊，所以有些新手一拿到觉得很奇怪，怎么锁定键不是锁定，反而变静音。好，如果你 JB 了，请参阅这个部落格教学。如果你 JB 了，你可以安装目前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No Mute for iPad， 或者是你还有第二条路，就是你可以等 4.3， 因为听说 4.3 又改回来了，让你自由选择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那如果要你重启 Springboard， 那你就重启啊，按下去就对了。你看到白苹果，请不要担心它，它正在重新启动，是正常现象。好，此时恭喜你，你的锁定键终于又变成锁定，但你也可以等 4.3。但是呢，视野上放出来遥遥无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所以呢，你 JB 了吗？如果还没有 JB， 你可以参考部落格，非常简单。JB 之后一定要装的 No Mute for iPad， 这个当然是 for iPad 专用的。谢谢大家收看。